小美同学，哎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湖南长沙市。嗯，准备在长沙带你玩几天吧。啊，行。我刚刚在网上订了一个酒店，这一次就由我来出钱了。网友们呢，总是说我就是纯靠你嘛，就是没有实力。嗯，这个就有点那个了，所以说我今天必须要证明我的实力，开了一个房。我们现在一起去吧。好的。网上订这个环境怎么样啊？看得到吧？还行啊。还行是吧？嗯，它这个是吊头吗？好像是往那边吧。必须要去的就是罗马岳麓山吧，和你一起去爬爬山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特别期待长沙这个城市，我还没有来过，听说是美食之都啊。到时候带你去太平老街。好。逛一逛。好的好的。问候有啊。啊，行。心情突然一下明朗了。小心看车。酒店是订在这附近吗？对，在前面一点。啊。前面啊。这里好像挺热闹的。对啊，很多小吃。长沙烧烤。阿爸，不许看。阿爸，好诱人呐。什么都能烤。什么？是啊。烧烤。小心车。蛋炒饭这些，臭豆腐，哦，有炒粉、炒面，哇，还有麻辣烫，嗯，臭豆腐。哎，这边水果，现在都有菠萝卖了吗？啊，要了。啊，有菠萝。哦，炒货。在这边还是在这边？在这边。这边。对。还有一些东西呢。其他的还要提吧？要烧开烧开水喝吧。你要吗？还是拎我们那壶水。刚刚在这边加了点米，准备提东西上去了。走。灯光有点暗。嗯，小美同学。哎。感觉怎么样？大家有知道那种久旱逢甘露的感觉吗？我现在是很神清气爽。就是洗了个头，一进来就。洗了头，洗了澡，反正。对，等一下我也在这里洗个澡。他这里停车是免费的，所以说晚上我就住车里面吧。行。节省开支，随便啊，方便。嗯、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开支。啊，现在我已经很饿了，要不你请我吃个大餐？啊，可以啊，毕竟我还从来没请你正儿八经吃过一顿饭的。上一次你要吃火锅，我没有请。好吧，等一下我们就现在就去长沙这个地方随便找一个餐馆去下馆子吃吧。啊，好，去吧。走吧，下馆子吧。去吧。嗯。等一下，我来要洗澡啊。好。好。因为他房间里面没有吹风机，所以刚刚借了一下吹风机吹头发。现在小明同学把它拿下去。你看你之前头发油的要命，我都看不下去了，一股那个味道啊。那不是指甲油，就是这种状态吗？所以看现在多轻盈啊！好久没有这么浪漫的生活了。我们自驾游不是在野外露营，就是在野外安营扎寨，好不容易找个酒店，嗯，能够洗澡住宿。我感觉你也太容易满足了，这样的生活。今晚一定得宵夜搞起。好，这样的生活。啤酒喝起。这样的生活就觉得很浪漫吗？我不觉得。啊、当然，对我来说，当下现在是最满足的了。看一下这附近。这几天天气还好一点，终于不下雨了。前面天天下雨。对。这里有个。这边。东北人饺子馆。这边很多北方特色，饼啊。河南烩面。胡辣汤，还有胡辣汤呢。反正胡辣汤这种东西我是吃不习惯的。哎，这里有一个三哥自助餐。我们进去看看菜多不多。好。估计都吃的差不多了吧。还可以的。1234567891011。还有鸡腿，你喜欢吃的鸡腿。还有鱼的。你喜欢吃的鸡腿。啊，对。不要激动。不要激动。你拿盘子吧。啊。你拿盘子吧。
赶紧就在这了，哥啊。先交钱是吗，老板？没问题啊。先吃吧。那我也先吃啊。那我就先咬我的呀。好，你可以先拿菜吧。我菜跟饭我要分开拿。嗯，好。多吃点，不要紧张，不要急。一看你吃这种东西，感觉就是你紧张的走不动路。对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慢慢来啊。菜挺多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十七八样。干焖四季豆，嗯，我喜欢。还有这个，这个好，鸡腿我喜欢。好，好久没吃这么大块的肉了。满足你。哇，谢谢啊，老板。好好。请客啊，小麻婆豆腐要一点。这个菜确实挺丰盛。这个也是肉嘞。对。这是猪耳朵好像。锁骨。哦，哇，看。嗯。这可以嘞，红烧肉，红烧肉。好。红烧肉。多吃点。老板，看。啊，豆干。你不要激动。先吃完先吧，吃完等会我就过来一家。就打这点吗？对，我先吃完，不浪费啊。好。你打吧。刚刚就随便打了一点，感觉还挺不错的。它这个米饭是用那个木桶蒸出来的，感觉挺好，价格挺实惠。你慢慢吃。我已经迫不及待，拿盘回宴了。慢吃你。好。他点了一个鸡腿什么的，他肯定不够吃，还要去加。对，吃完了等会还要添一碗。谢谢你今天请我吃腊肠，你看哥哥味道怎么样？鸡腿试一下啊。嗯，味道很不错。嗯，卤得很入味，软烂适中，感觉都是家常菜。嗯，还有这个也好吃，很脆。因为他在离不靠近火车站嘛，他能靠近火车站的就是一次性生意。啊，可以，这里附近都是回头客的多。嗯。这边的店面确实很多，到处都是啊，停车也方便。慢车，没有跟你抢。下面同学，哎，吃完了感觉怎么样？看我这笑容就知道我很满足了，我还吃了两道嘛。